呦呦呦呦呦！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天诺瑟怀王生涯模式，我是你们的主播诺瑟。那老实说，我已经快要一个月没有玩我们的生涯模式了。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老实说，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就完全没有任何剧情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就变成纯粹的打比赛。那最近又来到了交易截止的附近，所以因此我就做了很多有关于交易方面的一些内容，也就导致于我们林志杰怀王生涯模式以及我们诺瑟生涯模式的一个暂停。那直到最近才终于算是比较有空一点了。好，那最近的话，我们是来到第四赛季，那这第四赛季的话，就新增了很多的一些像是明星赛方面的一些衣服。那我们来看一下，搞不好可以顺便勾起我一些回忆啊。我其实当时最有印象的一个球衣哦，老实说是这个黑白版的2015年那个时候球衣，因为那个时候算是我看球看最多的时候。那各位最喜欢哪一年全明星赛球衣的话，都可以在影片下方进行讨论哦。好了，那接着的话，我们是要来直接对决我们这个洛杉矶快艇队啊。虽然在现实世界洛杉矶快艇队势如破竹啊。但是在这个时空里面的话，快艇队那笔交易其实是并没有发生的，因此他们依旧是 Kawhi Leonard、Russell Westbrook 以及 Paul George 三个人为主要核心。那么对方在没有 James Harden 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他们要打赢我们的话，看起来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好，我们就稍微先模拟个前面三场来看一下。我靠，直接又是拿80分，然后看到100%的命中率啊！那第二战也是一样，2-0，三分球又是100%。第三战呢？哎呀！完全没得打那种啊！好，我们洛杉矶快艇队这场比赛的话，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哇，好久不见的队友们啊！啊，今天的话，我就要带领你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啊！来切入，这边再有外线，邓文贝亚马直接来个三分，球进！左侧威少，这篮下 Leonard， 中距离有干扰到，哎呦，前场跑起来，来三分！哎呀，手感要再热一下。来，威少，来之后再给内线，来不及，来不及了，直接干扰。哦吼！来朝内切进去，直接灌篮，可以。哎，威少内切，篮下完全守死，没问题，直接开启 GOAT 能力啊！来，回到位置，准备再来个让他有了三分球，直接来，谢谢。来，我来守篮呢，顶得住他的。我信你个鬼！哦，这边一个挡拆之后拉中距离，球没进。加黄，拿切入直接上去。阿兹瑞奥斯看起来不会进，哦，进了，漂亮啦！没有这么冷天，直接超前，断的漂亮。篮下，直接盖扣！哇，现在连雷纳都拿我没皮条啦，谢谢。我的场均得分67.1分啊，实在是扯啊！拿回，然后这边小炮，哎，刚好到，等我别马再上，篮下飞来飞去，好猛哦！最后剩2秒，进去上篮得分，我这球打得有点跌跌撞撞的、啊，阿内切了，阿内切了，守得好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守到。哦，这球我已经踢他头上了，他这样还能进，我是真的拿没什么办法。接个背运，然后这边直接上来 ，OK 的，来一下，再上，结束。这球再回个外线，两个欧洲步把他骗烂，谢谢。现在就是个全方位的一个得分手啊，防守都做起来啦。篮下这边直接给他一个大帽黑瓜，谢谢。篮下，哦，这球篮板我的，有，再一个 reverse， 有啦。这名人堂三分球手感，我至今都抓不到啊，真的难受。哎，这边直接抄掉，拿回来，可恶，抓起来，好球。可以吧 ？Oh my god！ 这样还太早，都是总可以的吧？来，三分球属性明明就没有很烂，按起来就很奇怪。哎，不是，怎么一直出界啦？我刚关的载制能力又开啦，太奇怪了，真的。哎，完了，我现在开始自动模式了，给各位看一下，我现在手没有动，他自己跟防，完了。
PS5 出现外挂了，它自己动起来了，太奇怪了。不是啊，我不能自己操作啊，干！他好准哦，靠腰嘞！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当实况转播看啊。来来来，啊，他是球没守到，这不是生涯模式吗？啊，怎么我不用操作？哎，就是给内线直接过来，漂亮！怎么良好站位了？我没有站位啊！我怎么玩出 bug 来了？奇怪！中距离，球没进。哦，我要球是可以要啦，但是我没办法让他投篮啊。这张球有，这几封面我已经想好了。这知名 NBA 2K 主播公然开挂，把知名两个字去掉。我觉得应该是第一节结束之后的话，这个 bug 就会消失吧。总不可能我从头到尾都不用操作吧？啊，那刚刚经过这个第一节闹剧啊，现在终于可以自己操作了。来，来这边直接隔扣，哎呦，过不进去。Victor Wembanyama这边直接拿球之后翻身上篮，来帮我做挡拆，丢进去，外线给，全部刷 hand， 三分球出手没进，嗯，来一下，哦哟，看起来他们第二节有慢慢追上来的感觉哦。那先有，完翻身，哇，又是直接隔着我们快人的扣啊！威少内切 ，Nicholas Batum 三分球直接打进，来前面给我，有吗？可以灌篮啊！看起来今天100分应该是没有太多可能性的、啊，但我希望在这个系列结束之前是可以拿个100分的、啊。来，这边我的板。OK， 哇，终于看到 Westbrook 灌篮了，外线妙传，漂亮，干，有，可以，哦 ，double step back 中距离可以，有，哎呀，稍早。啊，目前为止中场结束61-5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现在来到第三节啊。希望这一节得分至少可以破50。篮下这边硬靠欸，靠腰欸。不是啊，那三分球60几%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啊，有一个人60几%那就算了，有个100%是怎么回事？来做挡拆，给篮下直接灌篮。啊，威少，你就算跳再高也没有用啊，你手举起来跟他的身高是一样的、啊。有，哇，这种他帅一波啊！晃掉之后，直接来了一个三分球，来切入，上去要犯规，好，发球命中率慢慢提升的感觉哦。内线直接给过来，倒球，进入挡拆之后拿中距离，嗯，篮下干扰，哇，干扰不到，来 ，Jeff Sale 三分球，今天他们命中率有点低哦。该进的都没进哦，超杰拿下，这样可以吧？出手，进，气死我！我觉得威少的这个运球算是相对起来比较好超杰的一个球员啊。哦 ，Apple George 啊，这球太着急啊！威少拦下 ，Oh my god！ 一直被他们打回来、欸，有了。等一下直接打进，我威少打球其实不好防啊，他都滑来滑去的，超远，哇靠！内线切了，可以，来到底角，手死了手死了，屁眼呐、啊！他打球都不用按照逻辑的哎、欸，这疯狂传导体系总算该来了吧？哇！哎、欸，你小啦，他撞我还比较快，我站好定位，他突然间撞过来，惊倒被害人呢、欸，你脑部嘞！等一下哦，又是 Victor Wembanyama 一个火锅、哦，谢谢。来进去，有了，简单简单。哎、欸、啊，想传球给对角线。死亡缠绕，缠到你漏尿啊！靠腰，没事没事没事，
哎、欸，完全两个人都没手是怎样？来来来，我的我的，缠到你漏尿，干你！有啦！这位同学，这位同学想怎样？你怎么换房了？抛掉，拿下。眼泪线，直接挂，可以。收到，收到，有了，有了，有了。结果我是要有，不要连了，走到。怎么这么喜欢飘这种奇奇怪怪的投篮？再一球，哇！苦艾伦的命中率比破局局高多了。有了，三分，直接来！我今天三分球命中率2×6啊，三个字超级可悲啊！来，篮板，这边打个双十表现，可以啊，可接受。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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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篮下飘飘热哎、欸，好飘哦！就是顺便问一下各位啊，如果之后各位想要看到我新的赛亚模式，各位想要看到我去哪个球队呢？那我自己的想法的话，应该是去华盛顿巫师队啊，然后我想要创一支这个顶级中锋位啊，然后在那边带领这个烂队，然后拿下比赛的冠军啊。然后最后比如说126-102啊，那我们最终的话是直接打赢了西区总冠军。我们目前为止的话，全部的比赛都是4-0啊。这个有当年的 OK 组合一般啊，我相信啊，就算是 OK 组合现在来打我啊，我应该也是不大会输的，好不好？我们恭喜西区总冠军拿下，谢谢。那么在下场比赛的话，我估计应该是要来对决塞尔提克队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没问题，塞尔提克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可以打赢的对手啊。那西区 MVP 当然就是我，那东区这边的话则是 Jason Tatum。 其实老实说，我三分球命中率还比较高一点啊，说实在，尽管我今天看起来那么菜啊。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影片，也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大家如果各位喜欢这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程序关注我们最新的影片动态。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各位，拜拜。